让你看完我的晋级赛不没了吗？미니언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. 这不茂凯辅助了吗？哎，啊，不是，希望这卡，我还希望这卡莎是上榜的卡莎呢，最好是上榜的卡莎，皮肤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它不是那个名字。世界还有谁？这是上榜的塞拉斯吧？你不带水晶瓶，兄弟。看他一级学个啥啊！我希望一会儿我杀你的时候，你也能如此之跳，小伙子。我希望我一会儿杀你的时候，你也能跳得起来。我不希望你躺在地上，在那两腿一蹬，听见没？踢你一下，抠你一下，平 A， 吃个药。这边塔下试试能不能杀啊！他只要敢掏我一下，我们就杀他。为啥塞拉斯的 W 技能没有小兵仇恨呢？塞拉斯 W 技能不吸引小兵仇恨啊？不是他掏完我以后炮车不打他呀，那也太 bug 了，凭啥他不吸引仇恨呢？这有点 bug 呀。让他把兵线放过来啊！这波，阿古尼汤也死你了，直接上去跟他干，跑了。我希望我在杀你的时候，你也能跳一跳啊！跳啊！你的跳跃呢？啊，你不挺能跳的？回城啊，原地回城啊！你咋站不起来了呢？你他娘的，你没那本事，别在我面前跳，知道不？丢人！你的跳跃呢？你怎么不跳了呢？就这水平啊！我的天哪！耀光，阿古尼汤也死你了，损失一波就损失一波，我别回呀！那我能不回吗？我不回我不有病吗？
跳啊！推过去的线儿。锤石来了还是怎么回事？小心点啊！这人有点多呀，我先吃个药，加个速。兰博刚才大塞拉斯多好啊，他怎么不大塞拉斯呢？还是说我的目标有点问题，应该打哈子。人太多了，他们家突然之间上来五个人。不过咱别说那兰博，这兰博玩的还可以吧，没毛病啊，没啥毛病，小练一点很正常，人家家下路比我们家下路厉害嘛，那就没办法，没招。别说人家那兰博有问题，跟兰博没啥硬太大的问题，没啥太大关系。让他把线推过去，直接把他杀了。哎，塞拉斯有闪没有？有没有人知道他有没有闪？你咋不跳了呢？你跳啊！你那能耐哪去了？你得支棱起来呀！这啥玩意儿呢？你真是……快速回城。我想想，这把出三项还是出这把出三项吧，这把三项能好一点。这把就不出分离者了，分离者可能伤害不够。我需要一个影魔刀，一个三项，一个黑切，一个春哥，加一个2600块。저기학살중입니다快点快点中后药来，老树盘根，漂亮。你知道吗？算了，跟你一般见识。你讨厌这种人儿。
一掌，哎呀，还跳上舞了，亮个牌了。你说你是个屁呀？你要有点东西还行，啥也不是，还在这老还亮牌跳，跳啥呀？来个三下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带个扫描。031，你们家啊，10-7，属你是最垃圾。031，奉献了一半的人头，这把我们要谁，兄弟们？我这把出三项了，说明我要谁了。他去中了，塔没了，你还敢去中？这 ADC 怎么回事？我这三项拆塔老快了。我觉得三项是拆塔最快的装备。没事啊，上路二塔可以拆。我拆了，回家了，拆不了。就这 ADC 在这儿啊，哎呀 no 辅助15，就这啊，这干啥呢？这不行，我还是得要谢师傅。大光头 triple kill 了，triple kill， 大光头好像还有钉呢。他这装备不错呀，别人我不带怕。什么光头卡莎、塞拉斯，这都无所谓的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好好弄杀老树，给我坚持住，好闪。你别回头啊，800，随时能死不？可以。还是卸手吧，卸手毕竟这个血量高啊，蛤蚱也能扛一扛，这整个影魔刀没啥用。我靠，好难受，差一点点钱，这不光头出来，
我要死啊！呼！想传言我？那不可能！哎，断我节奏！这蟹手太断我节奏了，这蟹手！哎呀，这蟹手差的钱差的真是难受，差100块钱。走，把红打了去。我海地西值钱了，完了！我操，这锤石开挂！差一下，这锤石是个挂。这杰在玩什么？这是儿童节。那有 W 不走，还要杀蛤子，关键 Q 还能 Q 歪来 ，Q 都 Q 歪来。大宋干啥呢？哇，大波 Q！ 等会儿啊，等三秒没有大下呢。这么猛吗？蓝波啊！蓝波这么猛！你把那眼儿 A 了呀，你站着像个犊子似的，你快点儿的，干啥呢？白给的经验不要。这把对面 AD 生存环境特别差，我们主要得杀他们家那个光头， AD 其实不重要。我最后信你一回，你给我把这红拿了，好好的当个人，听见没？光头我能打过呀。光头有船，等会儿。这里有没有眼儿啊？我需要一个斜向眼位。不行，那位置太差了。
闪现。哎，为什么兰博那位置我没跟上啊？哎，兰博那个位置我咋没跟上呢？我以为他们家有二塔，他们家没有二塔呀。我以为兰博这个位置他们家有二塔不能进，完事我一看没有二塔，哎，我早知道我跟他一手好了。Sorry。只能是 sorry 了，杀了个傻子上单，这锤石太烦了。那 AD 有秒表啊，咋办啊？不好打呀，他有个钉啊。这只能再杀个傻子上单了，那没办法，只能杀上单，不行，他们家 AD 打不死。上一波团战没打过就完了，上波团战打过了我们能赢，上波团战主要是没打过。我想我看看那上波团战怎么打的，我没去左边杀那 ADC， 我有闪现我能杀了。